5區公投，特首起鬧，政改終於踏出一小步。高鐵撥款80後抗爭到底。碼頭圍道唐樓倒冧，港人在菲律賓旅遊遇害，全港悲痛。就等我們一起回望今年所發生的種種大事。回望2010香港風雲，12月31日播出，香港天樂新聞台。